百万超过两百万，应该有超过。我们这一次呢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用身家财产压下去，比如说性命相搏。白色的包包不可能会有公关品，你看，你看白色的毛毛。白色的这个皮革，今年非常流行，就是把皮革做加厚的处理，你会摸起来就是有点像枕头抱枕软软的感觉。然后你看这毛毛，超舒服的，里面还有一个小手包，这个是小手包也可以拿起来。还有你看这个，这个小包包也可以拆掉，我有黑色的，你们应该有印象吧？我常常穿来录女大，他们家现在这个 logo 的处理的那个托特包非常红，所以呢，它延伸到你看，它把它做成小包。现在其实很流行那种就是反差美哦，比如说很小的包就配很宽的背带，比如说迪奥的蒙恬包就是这样，他们的小包都会配这种宽的腰带，看过不过分？你看过不过分？对啊，这是 AirPod 的衣服，可是你看它居然有一个专门的链子，这个拿来当项链都好看。Burberry 他们家也是，哎，他们家有一个新的包，这也是空空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它这个包的来源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在伦敦的那个奥林匹克的竞技场的屋顶，所以这个名字包包的名字叫做 Olympia。哦，还有把老花进行到底。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个 Gucci 他们家的 Jackie 假鸡包，老花进行到底，这个我都想买了。 Celine 他们家的这个化妆箱包，它像一个圆形的化妆箱，然后呢老花配上咖啡色的皮革，我跟你讲今年老花配咖啡色皮革赞。或者是他们家的这个小托特笔记本小托特，它表面也是像那个牛仔布一样，然后它是凸的织纹，很美，很美。哎，棒棒糖相机包也太可爱了吧！而且其实他们家的价格，我觉得是，学生跟小资女存钱是买得到的。这是我过年的骰子，不是啦，它是包包。看，可以装口红跟钥匙，或者是你看这鞋，这鞋现在超红。这个是 Balenciaga 他们家的 Track 系列，然后呢，这个银色它原本是说是这个情人节啦，但非常受欢迎。男生是这是自己的吗？不是，我是四三。所以如果要收我的鞋，你的脚必须是四三。小马克他们家，马克他们家 Marc Jacobs， 他们家今年的春夏呢，用了很多这种糖果荧光色来做成类似像托特包的这种大容量的包包，也很美，对不对？又实用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有让我惊艳到的。意大利品牌 Ferragamo， 以前呢，大家都觉得，因为 Ferragamo 其实最红的是奥黛丽赫本，她常常穿他们家鞋子，用他们家的发带。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这个牌子比较熟龄一点，可你看，她用一个蓬蓬的皮。然后这种带一点点岩石的通昂痛的灰白米，这种很美耶，超舒服的。